有没有退咖哦？为什么有两部相机？这边在摄影。哦，那应该摄影那个国姓在田埂上照相的那个。有拍到，有拍到。好，完成了。你这个爱，因为你看伊穿这种是阿公的穿的。哦。这去对买的哈。彩虹的，彩旗啊。彩旗啊，对哦，我正好欣赏你的衣服。上一期的就是我那时候刚好出院啊，然后又上一期的有剩下啊。我现在还没在消费，继续哈。啊？系啊，继续。大哥要讲话无？再一个速度不紧，速吸啊。啊，加一袋尔。我管定一袋四分。哦，搁管定一袋。今后要刷过一遍啊。哦。十一点半吧，啊！你先红酒凉的，紧传落啊！啊，咖啡啦，啊，上四个字也唔着，紧啊灌落。今嘛话红酒啊，红酒补血，你甲讲伊着买啊。你看就比较有点，对，就放到比较大的空间之后，希望它可以长得好一点。我们从把它从都市带到乡下去。对，会生病。哎，拍一下，你看这次好密哦。生命好密，没有任何好坏的那个哦。生命好密。不要拍屁股。我拍背，我拍背。就可以搬到 Facebook 上去啊，说猜猜这是谁的屁股。哎呦，小杨你也是很有趣呢，那就拍小杨的屁股。是是是，等一下回来再拍。道元真是超厉害的，速度很快哦。没有，我们都他差半条的。人家超棒的，他一半的了。对啊，溜一溜再赶快。那后面奇怪什么，有一个屁股。大家可以讲讲话。现在在录影。啊天哪！那我们要谈一下小孩啊，先生、老公。是。啊，泥土是芬芳的。泥土是芬芳的。地是温暖的。都是第一次插秧吗？我是第一次。第一次。我也是第一次。哦，我也是第一次。真的。真的。太棒了。哦。对，然后。泥土没什么味道啦。不过我印象中以为泥土会臭，不会。不会不会，今天完全没感觉有任何味道。感谢神，我们今天天气好好。今天红红的。对啊。今天是宏雅自然田的插秧，总共从这边插，这边都快插完了，要轮到这边也要插。你看，啊你，你唔得阁继续捞下去，那个都完了。啊，再來就是那一排，那一排，嘿，那一排，那一排也拉好了。嘿，啊，过来就是这个后面那一排。哦，好，好，好，你继续啊，拉完就可以继续种哈。哦，好。可以，可以啊，你。
大哥王，你要讲话啊？不用讲太多了。不用讲太多。对对对，做就对了啦。做就对了。现在把羊苗粿用起来吗？第一次来吗？第一次来。那下次还会想来吗？下次应该还会吧。啊，大家好，我是阿辉。现在应该是早上，十点半哦，好啦，现在人数众多，这边两个人，第一块田已经种好了，再让打声招呼吧。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破十五的，恭喜恭喜！第二块田。嗨。嗨，谁嗨？有没有什么话？感谢神，今天天气真好，非常适合。是。我本来想说到冬天应该很冷，去年冬天来的时候非常惨，很冷很冷，而且第一次夏天。然后今年的冬天是风和日丽，现在坐到还会觉得热，现在比较担心我后面的脚会晒黑。开心。今天比较遗憾的是少了做喜饼的那个没有来，做喜饼台中的那个职工没来，是是是，这样我们就咖啡可以配喜饼，真是可惜可惜。好，继续加油。这位小姐要不要说一声感言呢？感言很开心啊，期待已久，夏天终于可以夏天了。你没有问名字，这样可以把名字录进去。哦，名字，请问芳名？芳名，我姓鲁，泰鲁格的鲁。哦，美丽的美，贝壳的贝。美贝你好。嘿，我是美贝，谢谢。哦，好好。对啊，觉得能参与这样的活动很开心。梦纯妹妹走过来，不要跑。那个阿尚，梦纯阿尚，梦纯阿尚很急，快尿出来了。第二块田，第二块田，大家正在耕种。宅郎又来了，宅郎正进行运输工作。这位小姐你好，可以接受我们的采访吗？不要留起来。哎呀，不要留起来，不要留起来。哦哦，不要给啊。哦，这位小姐，请问芳名？我叫沈慧兰。慧兰你好。你好。哎，今天这样种田有什么感想吗？腰好酸。腰好酸。好，继续吧。继续加油。我也不知道说什么。刚刚开始访问，可能还说多一点，现在已经累到说不出话来。哦，真的真的，辛苦辛苦。第二块田现在哇。进度超前，进度超前。今天下午应该可以提早结束。耶！这样要讲一句话无？就无用了。就无用了，好、哦，辛苦辛苦。好，现在现场是我们插秧的那个生活谷。生活谷午餐，主厨有没有话说一下？希望大家吃完午餐之后不要泻肚子就好。是是是是。好，这位。我是插花谷。插花谷是我的高中同学。嗨，你好。有机农业加油。哦，有机农业，不是有机，是秀明自然农法。自然农法比有机更高级。更要深入了解一下。哎，我趁机宣传你，别上。不行不行，我不走商业力，商业化的。哦，随便随便。虽然说活不下去。啊，那个祖祖今天中午菜色有什么？今天。菜粿要糜，菜粿要糜，传统的菜粿要糜。哦，等一下，哦，饭煮好啊，菜粿啊，哎，全部。还有迄个金针菇，还有肉丝、香菇，啊啊，有那个丸啊，应该是还可以啦。反正有咸就好了。赞赞赞！这人爱饮食，爱饮食。中破塞。什么？
啊，你唔叫我翕？哦，翕你啊！哦，这镜头马上转到现场。你们刚刚讲诶，哇塞！来了，我只是弥补这个刚才的间隙太宽。啊，你在干嘛？我都要去采访午餐谷。哦，是呀。粮食区呀。诶，粮食区。团今仔多赞的，搁有人煮咖啡，搁有红酒哦。我甲带搁啉鹿儿鹿茸酒。鹿茸酒。赞的啦。赞赞赞。有来四十个啦，一起办。来照顾的是。好啊，安尼使啊。好，安尼使啊。好啊。